我们就来自城堡，一座美丽的城堡哦。那同时呢，除了美丽的公主之外，我们还有神秘嘉宾也来到了现场，他们是谁呢？哇，自己知道，有可爱的猫咪呢，还有谁呢？又是一只可爱的猫咪，总共有四只可爱的猫咪，我们就是嘉义县佐登尼斯城堡的佐美喵家族。Hello， 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。Hello， 非常荣幸的呢，受到嘉义县政府的邀请，我们佐登尼斯城堡的当家明星佐美喵家族，这次担任了我们嘉义县的旅游官。是哦，特别来到我们的 ITF 台北旅展跟大家见面。那不知道现场的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亲自来过我们嘉义的城堡玩呢？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们的佐登尼斯城堡呢，是一座保养品的观光工厂，同时呢，它也是我们亚洲最大的美容生技园区哦。我们整座城堡呢，都是以巴洛克式的风格建筑建造而成的，所以在我们的城堡里面有非常多漂亮的景点，可以让大家打卡拍照上传留念哦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佐登尼斯城堡已经成为了嘉义的旅游新地标了，欢迎大家下次来到我们嘉义县游玩，来城堡见见大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城堡当家明星佐美喵家族现在在我们的现场，我就要来一一介绍我们这只可爱的喵喵，它们叫做什么名字咯。首先呢，哇，黄色白色相间的，听说呢是我们家族里面的人气王，非常调皮捣蛋的，它的名字呢就叫做加菲。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。哇，我看一下嘉菲，你真的很活泼，你的直心带都歪掉，来，我来帮你整理一下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帅气哦。那我们的嘉菲呢，平常也非常喜欢画画，会常常待在我们城堡的各个角落，看着我们美丽的风景跟建筑作画哦。如果呢有机会来城堡玩的朋友，只要捕捉到我们嘉菲的身影，就可以立刻跟他一起拍照留念。第二位最左边的，全身灰色的，头上还有一个小画家帽，非常 gentleman 的，就是我们的波斯。哇，波斯，听说呢你最近的勤练舞蹈，待会儿会表演给现场的朋友看看哦。那大家呢在观赏我们的演出之余呢，要稍微的留意一下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佐美喵家族叫什么名字，因为待会呢我们会有精美赠品的有奖征答送给现场的朋友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哇，非常的雍容华贵，全身白色，穿着粉红色礼服的，是我们家族的新成员，也是一位华丽的公主，就是我们的妮妮公主。哇，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，非常非常的可爱哦。那当然哦，有了公主就少不了我帅气的王子，在我们妮妮公主的左边就是我们最帅气的佐佐王子。哇，一出场就给大家热情的飞吻。那这四位呢就是我们佐登尼斯城堡的当家明星佐美喵家族哦。那现在呢马上就要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，我们的佐美喵家族为了这次旅展呢也带来精彩的表演。